农历猴年五月十二，今天的资讯摇。传腾讯将以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手游公司部落冲突防止战争的开发商。如果传言属实的话，这将成为游戏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。小编几乎已经能够看到天天部落正在开发中了。任天堂宣布增强现实手游精灵宝可梦 GO 将在七月上线，免费登录 iOS 和安卓平台，同期推出游戏非必需配件精灵宝可梦 GO Plus， 售价34.99美元。小编只想说，这个游戏是基于谷歌的，天朝的玩家还是别想啦。外媒消息，菲尔斯宾塞确认 Xbox One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支持键鼠操作。对于微软最近的作风，这个消息算是意料之中了。考虑到微软之前公布了 Win10 和 Xbox One 之间的跨平台联机，又因为手柄键鼠的操作差异化限制了游戏类型，小编猜测这次 Xbox One 支持键鼠可能不会是像 PC 那样的全面支持。不过又考虑到微软最近作风异常奇异，全面支持之类的还有什么不可能呢？最近一三东西太多忘了说，铁三港服开启全网游戏满650减100港币的活动，包括新出游戏甚至预购游戏都参与活动，满减明天即将结束。这个折扣对于港服来说已经算得上非常给力，什么战地一、COD 十三、泰坦二、尊重上十五、2K 十七、非法十七，包括今天刚出的方根书简，走一个。等等，育碧的新游在哪儿啊？